大家好，我是老欧，欢迎到最强瓜牛的世界。今天继续来玩我们的最强瓜牛。那在上一次我们的光凤加速周的活动，有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敦煌焚香。那等一下我们来开一下我们敦煌焚香的内容是什么。它好像可以招出一个神出来，然后可以把它干掉之后又拿到一些东西。来，那我们还有一天15个小时，然后一天就想好啦，全部送你吧。来，敦煌焚香，看看是什么好东西。来，哦呦，好丑！边喘气边自言自语什么意思？下面是瓜牛，我是飞天哦，失乐之神，提出一个请求，得罪神子要杀你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启动他去就叫。给我几只檀香，哎呀，真是小气。来，我们要去帮他打神。那咱们好像要插三支香，是不是？先插第一支，打老鼠。OK， 好像插三支香吧。然后佛也发火。我有。哦，三小，有个东西掉到院子里了。哎呦，这三小，极落飞行物，增长天王的残骸。哎，就这样。哎，不是说好那个还有三天王要打的吗？人呢？哎，狼奈摩伊啊。哎，好人家嘞，怎么不见了？嗯，说好的三天王跑去哪里了？啊，不管你了，先拿一下，先拿一些该拿的，100，然后水晶大作战周礼包，哎。哎，怎么没有？哎，真奇怪。好，算了，那个等一下看看他。哎，哎，说好的那个嘞，那个要打三个那个东西的怎么不见了？哎，真正是无意啊。好啦，算了。那晚点再研究一下好了，先来买我们的砸锅卖铁，终于存到我25000了。那买我们的骑士之眼的礼包哦，这个礼包我真的是存了好久了。好，买完了，破产了，总共只有170的地缝币了。那现在结束一下好了，我要把身上总算最后一个的红橘装也把它改成红装了。来，结束。好，先结束。好，先结束。然后情报自己不用打。好，先跳。来，绅士礼盒。出来之后，有花。哦，那是那个局长。好，来和我们目前的装备，现在剩那个全红装，然后有三节棍，有光剑，有那个魔杖，然后还有那个减伤盾，还有啊，这个没有，就是那个，然后那个闪避衣，还有那个龙牙匕首，最后就是我们的那个麻痹指环。麻痹戒指基本上很看脸啊，不怪笑和，因为可以麻痹人家多少还是有点几率的。来，哎，靠，我缺，哇，天堂护符，哎，我操，我要去哪里找天堂护符啊？哎呀，尴尬，
这年头竟然还缺天堂护符。来来来，寻找一下，看是有天堂护符。应该是有装备有天堂护符吧？逆刃剑这种啊，好，就直接是你的逆刃剑。来，借我猜一下。好，有天堂护符哦。OK， 借用一下，有机会再帮你合起来。天堂护符，来，在这里。哎，闪避翼也可以合。哦，没有啦，但是我还是缺那个意志护符。来，天堂之翼，戒指就决定是你了。麻痹至尊戒指 ，OK， 哇，麻痹加72%，啊，7.2%，就是看脸吃饭的一个道具。OK， 全红装爽，那一样继续打我们的英伦。OK， 那哎，奇怪了，那。奇怪，不是说好那个神要掉下来，那个可以打的吗？奇怪，怎么人不见？好，那不管了，那个神我也神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那今天我们来打，目前都几乎到最后一关了。今天我们就把那个金训练都把它推一推好了。来，咱们今天就把金的那些都推一推。弓箭。OK， 哎，哦，这个要丧尸哦，靠腰，丧尸，哎，他们为什么都喜欢带这个？真是光剑，带光剑不是很好吗？来，好，开丧尸六阶，所以到时候这个是要开丧尸六阶用的。OK， 200层结束，然后恶魔，基本上应该都打得赢了。搞定，好，这个恶魔也结束了，200层，然后天使一样装装，然后光天大师，哎，什么？现在打不赢？怎么可能打不赢？靠腰，今天是怕赢。天使的战力是很弱，然后异种。对，我都换了吗？都换麻痹耶。现在一种也打不赢，怎么这么烂？那机械气化埋，来试试看。哇，机械打不赢。那巨龙呢？怎么感觉好像都很难打赢的感觉？好 ，OK， 不错，241，好像不赖哦，我靠，要打不赢的。好，那特殊基因要打，用恶魔打，有撞赢。转赢，推884、885、885，然后886，啊，打不赢，887而已。好，结束了。那其他，欸，奇怪了，把那个大黑天弄下来，怎么都没有东西？这是怪神奇的。好，算了，不见了，我的不阿多。啊，不见了，那只好算了，那就来开箱吧。来，把我们这三四天所有的东西把它开一开。来，东瀛藏宝图。
哇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全部都是那个蓝的碎片。好，科技手札，这是什么啊？博兹曼大脑，这个已经有了。其他专家手札，有重复的。现在都是缺蓝色碎片的，蓝色碎片真的很缺。哇，空的。开宗师手札，来个许愿杯吧。什么好东西？哎呦，没有的哦。马可波罗游记，马可波罗游记不是这次活动的那个东西吗？马可波罗游记就是这次四阶的这个、啊。哎呀，靠腰，我还想说冲这次的那个，想到竟然已经抽到了。好，那开神序，好东西，干黑珍珠啊！算了，先开这些好了，先看这些没用的垃圾。进化宝箱开啊，没什么东好东西。灵魂宝箱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超级中立之魂，中立之魂还有超级的器官，有高频心脏起搏器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又拿到一个新的器官。然后，哦哟，这种橘兽能不能用在骑士之眼上面？靠，铁戒指，来两抽。骑士之眼，骑士之眼，拜托，骑士之眼，天缺眼睛，看傻小子，来混沌的宝箱，哎呀，什么烂东西啊，全部都是那个，好，看我们的魔神宝箱，最好是有个什么三，就是没有的橘柜好了，来，屁啦，许愿币。看真鸟，那目前积分啊，混沌可以再拿，供奉加速，完成密影的那个任务。目前1200、1200、3000才能拿那个马可波罗，所以要到1800，四天的时间有400，所以1600，所以还1400。我靠，还1400，那我这是这次的那个应该是来不及了，好吧？来，还有我们的马可波罗，这个很好用，它那个探索的移动速度会增加，所以算是可以节省每天必备的那个探索时间。然后它可以装在高阶上，人气才71哦，有点低耶。东方之旅，没事，贵重品这个也要打一打，他那个加成的那个1%2%那些攻击防御还是不错的。撞飞威尼斯士兵，哦，254不知道打不打一点。达文西，文西，你的药里命3000，文西哥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太阳能手电筒，太阳能手电筒 ，T， 哎呦，勉强，250都做勉强了，260应该是没哦，七海传奇，270应该是没什么，260应该是没什么搞头，蛇法女哦，撞，好打输，看这个掉血量就知道了，好，然后八级，哎，可以上9级了。然后他就上9级，只要全部都9级以上，他就供血，然后就会增加这些攻击追击，其实还是很强。然后又可以降低你的仪式需求，10、10、10、10，然后他文化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。其他这个脑有没有用啊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是一个器官，感觉实用哦。哦，好吃好吃，算了，早已经加满了，给他们就好了。
来，加十四遍，加四十。好，脖子蛮大的，他还是很强的。那追击这个就不用了。资本论，原氏没什么用。啊，金手指最没用了。其他没有什么可以加的，没有什么新的可以加的。哎，科技咳咳，我们蓝色贵重品还是差一个，就是五阶的部分，就差这个马赛群雕像，加完之后攻击就可以加96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那其他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那个大黑天那个跑出来？咳咳，不是说好他会那个吗？不是说好要打那个神吗？难道是这个推销员？不可能啊！卫浴设备，老是来那边骗钱。来看你卖什么东西？哲学香皂是哪招？幸好还好，现在是不太缺钱，就没什么差别。嗯，难道我要再插三支香吗？我剩四支咧，再插看。哦呦，哎呦，又东西掉下来了，看每天都东西掉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直升机，哎呀，不小心把直升机轰下来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说在我家前面了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应该是那个吧。哇，就没了吗？哇，他那个他出不来。靠北，哎、欸，奇怪了。好，我有空再研究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可以那个，记得不是说可以打那个吗？没有，哎，哇，还是 A 级哦。那、格斗看一下，格斗来中间。啊，这些都有了，都有了，没有的我才会买，其他都有。啊，随便找个来 K 一下。啊，轻松。OK， 哎。你这只死猪，给我起来！那来打一下这个好了，好久没有打那个弟弟了。现在变强了一点，应该好一点点了吧？五阶巨龙呢、欸？靠！第一下就30000，看不行，还是打不赢，怎么这么强？诅咒木乃伊，我记得这家伙好像也很强。撞啊，好像有点平手的感觉哦。靠腰输，这个矮人金矿，去矿买。哎、欸，闪避好像有点搞头哦。闪避一加那个麻盾的那个，哎呦，麻盾喽，麻痹喽，哎、欸，其实还是蛮有效果的耶，哦，很吃脸的那个东西，哎呦，小莫的背包，自动采集增加，啊，所以那个麻痹的戒指还是不错，7.2%等于大概打100下中7下，偶尔中那一次其实还是不错的。哎呦，闪避一配麻痹
麻痹戒指好像有点搞头。靠，那才是很看点。啊，没了。那天启骑士撞撞，闪避一闪掉第一次，撞撞，哎呦，两次大暴击。哎呀，搞定，不错。这什么东西？啊，这小溪。来，天启骑士，金骑士超人，闪，没，哎呀，闪掉了耶。哎，闪避真的蛮好用的。哎呦，闪掉第二次哦。靠，还是输。闪两次还是输。这我看应该就不用打了，这应该这么后面应该很难打了。冒险者的遗骸，撞，哦哟，两万一万九，不行，血量差太多，半条。好，差不多就这样啦，今天的进度好像已经卡掉了，它没办法显示那个，这是什么？小莫的背包，500点人气加防御力加2。如果满的话是15000，是乘以30，所以防可以加60，好像不错哦。以这种绿装好的来说都还不错。哦，加6哎，30加6乘以6是180哎，等于你防可以加180。哦，差不多啦，今天该做都做完了，然后看一下世界最强者，目前我的241万，我们的伺服器的最低100名考257，差16万，追不太上。然后小伙伴的部分，有些资源能拿就拿。然后训练大概都训练到底，那个书都已经不太够了，再存一波书，到时候再那个。哎呀，马可波罗游记。最后宝箱蘑菇，哎呀烂透了，然后抽那个我没有的啊，不都是重复的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好，该硬哦，该硬，我觉得打不赢他。计划麦，他吸血超大力的，撞一，哎呦！我要护膝哦，1500020000多，感觉太恶心了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看书，哇！看来我的萤幕是卡顿的，它那个卡在这边，应该照理说这边应该会有个那个出来可以打的东西啊。好吧，没办法，萤幕卡顿，那我只好自己试一下再打一打。那其他，好，去装一下我们的那个，哎呦，有了，心脏起搏器，我们有收集控的，真的是，绿的全满，蓝的差3个，紫色的差多了，橙色的差4个，红的全有了 ，OK， 然后五阶巨龙，然后贵重品的部分，啊不是啊，化妆水了。好，探索的部分基本上冲到 S 的那个最后一个，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就可以了，就是加成的不够，那个探索加成的部分。那要冲到那个拿到那个美女艾美奖也。因为其他的都是没什么用的，石纺产量增加啦，然后这是挑战杀手，追击加80，那加击败活动类的话，研究丧尸这没什么用，形象肖像，但是这个都是满的，这个如果有的话，基本上就会直接开了，好吧，还是开探索好了。把探索充满，然后再去找其他的。哦，好丑，萨摩5号，附魔小太阳。哎呀，开了，
探索14 Parking 获得双倍的那个卡片，那到时候 S 加的时候可以拿到那个美牛奖，绿桂广告黑客手加30，就加900，好 ，OK， 没了。那国家特性的话，80级应该都加到不加到不让加了，我已经加到12级，没有魔药了 ，OK， 没了。996，好，没了，就这样了。奇怪，不知道什么卡住了，什么都那个大黑天啊、不是大黑天啊，那个敦煌的那个卡住了。那之后再自己打好了啊，来大家看那个。火箭科技可以升级，火箭科技哦，可以升到2级，啊，不是啊。哎，选中什么意思？菱形装甲的效果，嗯，哎，这个可以哦，升级是不是？靠腰，难怪一直没找到，有材料升级。灵犀装甲二阶，所有士兵那个机械兵，然后资源返回。好，有空再把这个资源整理整理。那剑域剑神域的部分，目前打到哪里了？打到后面，风魔小太阳这两个打不赢。然后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对决，气矿吗？靠，火之家具图打不赢。啊，这个还封印石。啊，这个战力不够，然后这个要剧院的形象，文化97，文化97，我好像也没那么高的，然后艺术91，艺术啊，靠腰，这差二，自由领导人民，哇，不高，好啦，算了，我多，就安尼吧，无啊。剩下就没东西了，那个好像卡画面出不来。那目前战力到241万，那供奉加速周剩4天的时间，到时候看看4天内来不来得及抽到4阶换我们的那个马可波罗游记，把它送到4阶，因为它可以加那个探索的移动速度，还不错，可以省掉你那个探索的时间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喜欢的话再欢迎支持一下，我是轩劳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缘再见。